好吃。哈利路亚，感谢神，小弟有机会 能在这边与大家一同分享学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黑板的这两个人物。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黑板上的这两位人物，底波拉跟亚裔。底波拉跟亚裔，不知道大家知道他们是谁吗？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他们两个是谁呢？知道的举手一下，知道的举个手。哦，这样真好，今天讲这篇对大家都会有很有造就。今天讲这边对大家很有造就。其实这两个人吼，拢是查某囡仔。这两个人都是女孩子。这个背景是伫这个史书记内底。背景是在四世纪当中。咱若对史书记有认识，咱就知影迄是一个真混乱的时代。我们知道四世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了。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后，因为因无听神的话，所以伫旷野佮行了四十冬，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又在旷野多走了四十年。刷了来，约书亚就带以色列百姓去对足侪所在做征战。那约书亚就带领百姓到各处去征战。但是到尾啊呢，伊嘛是犹原无将所有的这迦南人拢赶出去。但最后他们依然没有将所有的迦南人都赶出去。甚至因佮加其中的一挂迦南人来利用。甚至他们还与一些迦南人来立约，所以在史书记第二章这个所在，神就向以色列百姓安尼讲。就在四世纪的第二章，神就向以色列百姓说：“啊，就讲恁呐，既然无听我的话，是安怎要安尼行？你们既然不听我的话，要这么行？安尼行就是指着讲跟因立约，这么行指的就是与他们立约。所以神就甲因讲，所以神就无将这人对因面头前赶出去，所以神就不将这些人从他们面前赶出。因就要做因边啊骨下开的刺皮啊。”他们要做他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要做他们的网罗，他们的神要做他们的网罗。史书记就是在这款的背景下开始了，史书记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了。当时以色列国中无王，当时以色列国中没有王，各人都是任意而行，个人都任意而行。当然，当这个百姓安尼表现了真不好的时候，神就兴起真侪外邦的国来甲因攻击。当百姓表现得很不好的时候，神就会兴起外邦的国家来攻打他们。百姓被攻击的，敢那亲像咱的囡仔被管教了，伊就感觉真疼。百姓被攻击了之后，就像我们的孩子被管教了一样，非常的疼痛。所以就呼求神，求神去甲因斗相共，就会开始呼求神，求神拯救他们。神就兴起这个史书来帮助因，神就兴起了士师来帮助他们。咱今仔要讲的这个底波拉，伊是第四个史书。底波拉，我今天要做的底波拉是第四个士师。他除了是第四个史书，伊嘛是这个史书记内底独独干的，伊是一个女的先知哈。他也是士师记当中唯一一个女士师。咱今仔日咱看，咱在座有遮侪个姊妹，我们在座有这么多的姐妹，所以这个道理哈，对这些姊妹是真重要。所以道理对姐妹很重要。当然，咱真侪兄弟嘛是拢可能有姐姐、有妹妹、有太太。很多的弟兄也有姐妹或是妻子。虽然等下当为这个底波拉的身躯顶来做来学习讲这个姊妹伫这个教会，甲伫这个信仰内底，当有啥物角色？我们可以从底波拉身上学到姐妹在教会或在家里有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咱首先做来看史书记第四章。我们看史书记第四章。史书记第四章，咱为第一节开始看。史书记四章，我们从一节第一节开始看。第一节讲，以后死了，以色列人又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代志，耶和华就将因交予亚述做王的迦南王亚宾的手内底。伊的将军是西西列，带伫外邦人的哈鲁什。亚宾王有铁车900架，伊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冬。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个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列比多的妻子。同时做以色列的史书，咱先看到这。我们先看到这边。那你看到讲伊伫头前有三位史书，可以看到他前面有之前有三位士师。这个第二个史书其实是这个以弗。第二位士师就是以弗。以弗过身去了，这个以色列人都搁开始作恶。以弗过世之后，以色列人又开始作恶。而且因作恶的时间真长，总共20冬。他们作恶的时间非常长，也总共20年。而且当时一个囡仔为一出世到伊已经上大学的这个真长的时间。20年是一个孩子，他从一出生到上大学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因作恶有真侪，其中个包括这个拜偶像。
他们作恶的项目非常多，其中有包括拜偶像。拜偶像真有名，就是拜这个巴力。非常有名的就是拜了巴力。这个巴力拜巴力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拜巴力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其实就是一个条件在交换的信仰。其实就是一个条件交换的信仰。因为想要拜巴力。为什么要拜巴力？就是真希望说，这个农作物都可以真修行。就是很希望农作物都能够丰收。所以我们也可以想看我们的信用是不是有当时也是很亲像这个巴力、这种交换式的信用。我们要想想我们是否信仰也像巴力这样交换式的信仰呢？我们来教会只是真希望神能够赐福给我们。我们来教会只是希望神能赐福给我们吗？我们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份信用。我们并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份信仰。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给神求福气。那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向神求福气、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福气是福，这些福气是福起来、我们知道这些福气是附加的、就像你今天去买一个东西，就像是你今天去买一个东西、你大部分是因为你真想要这个产品，不是说你买这个产品可以、得到其他的好处。那 是你很喜欢这个产品，并不是、可以得到其他的好处、譬如说、你可能买这个产品，可能送你一些杀文、还是说、送你、其他的东西，可能是买了这个产品还会附送一些小赠品。我们爱的是这个产品，我们喜欢的是这个产品、这就像我们的信用，我们今天的跟随耶稣基督是因为想要进入永生。我们今天跟从耶稣基督是因为想要进入永生、当然因为跟随耶稣基督主要说给我们很多今生的好处、因为跟随了耶稣基督、他给我们了很多今生的好处、但是这并不是最重点的事情，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就说到说因当时安尼啊，又个做耶和华眼中看作恶的代志。这边讲到他们又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咱会当来想看卖，咱伫咱的厝内，是咱的生活内底，咱伫什么状况，咱又个会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代志呢？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生活当中，会做什么事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大部分是伫什么状况呢？大部分是什么样的状况呢？进前小弟有看过一个报道。之前小弟有看过一个报道，他在说到说这个未婚的男女在什么种的状况最容易跟人发生关系。未婚的男女在什么样的状况最容易跟人发生关系？大家也可以想看看，大家也可以想想看。他说到的是说譬如说在过一些节日的时候，他讲到的是 在过一些节日的时候，还是说在这个暴风雨在暴风雨的这个暗时，或者是在暴风雨的晚上或者是说在这个放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暑假的时候，还是说在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像这种状况会 比较容易跟人发生关系呢？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下比较容易跟人发生关系呢？因为过节就很有一个理由，感觉说可以来好好放松一下，因为过节好像有一个理由可以代表好好的放松。在这个天气不好的状况，就会感觉说这样天气不好什么地方都没去，只好在家里。那天气不好呢，就有借口说，那到处都，在家里最好。那是这个压力真大的时候，就更不用讲了。那压力大的时候更不用说了。就会真想要找人讲话，很想要找人讲话。这个调查就去讲到讲第一摆伫跟人发生关系的地点拢伫倒位。那调查当中还有记载，调查到第一次与人发生关系都在哪里？我当时看到的这个报道，伊是讲大部分拢是伫厝内。那报道显示，大部分都是在家里。所以这个在家里代表说，可能很多时候其实这也不是说计算好的。那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是计划好的。因为如果计算好的可能就会在其他的地方。如果计划好可能就会在别处。但是这样为这个报道来看，其实可能就是在一个过节的时候，一个男孩去一个男孩家，然后就发生关系了。那报道看起来像是过节的时候孤男寡女在一处就发生关系了。所以我们可以想看我们的信用都是当时我们可以怕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的信仰在何时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有可能是等我们整个安息日结束了，可能是我们整个安息日结束之后，礼拜就起来我们就感觉说这样整天整天今天想要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礼拜天起来想说昨天累了一天，今天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我们可能就得罪了神，那可能就得罪了神。也有可能是在我们没这个属灵的同伴的时候，也可能是在我们没有属灵同伴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朋友来跟我们求救问，可能有一些不好的朋友来找我们，这就像很多很多吃毒的人他们被关起来，
就类如同很多吸毒的人被关起来，他们关在这个乐界所里面，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那个时候也都没吃毒。关在乐界所里面，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他也没吃毒，所以他也不吃也不吸毒。但是到后来他们出来呢，就更多这个进行吃毒的朋友就更加做伙了。当他们被放出来之后，又有很多吸毒的朋友来找他，所以他们很快就开始卖毒吃毒，所以他很快的又开始卖贩毒吸毒，又被关起来了，又被抓去关。我们可以想看我们的信用里面什么东西还是谁还是这些不好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或是谁是像这样不好的朋友呢？有可能是真的是一个朋友，有可能他真的是一个朋友，也有可能是一个我们常常会不小心去的地方，或者是一个我们会不小心会去的场所，还是也有可能是这个网络一直跳出来的一些东西，或者有可能是网络跳出来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直来让我们来行不好的事，这些东西一直找我们去做不好的事，我们已经警察发现说我们有这样的状况，我们要警醒发现我们有这样的状况，我们可以找我们的属灵的同伴，还是找我们的配偶，我们可以找我们属灵的同伴或是我们的配偶，我们做回来祈祷，我们一同祷告，求我们的配偶，我们属灵的同伴帮助我们，求我们的配偶或是属灵的同伴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都被拔倒的时候，他可以把我们救一下，当我们要跌倒的时候，他能拉我们一把。再来我们可以想看说，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当时来呼求主呢？我们再来可以思考，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何时会呼求主呢？我们做回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六节，我们一起看《士师记》五章六节，《士师记》第五章第六节，《士师记》第五章第六节，我们做回来读这个第六节，一起读第六节，我们用国语做回读，用国语一起读，好，一二三，请读。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邑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阿门。好，安尼就使吼，这样就可以了。这是在讲啥呢？这边在说什么呢？这讲到有一个人叫三家吼。这边说到有一个人叫三家，是亚拿的仔，他是亚拿的儿子。这个三家其实就是以色列的第三位叔叔。三家就是以色列的第三个士师。他当时做了什么事呢？他当时做了什么事？我们看士师记第三章尾后，就可以看到说，他拿一支在赶牛的棍子。我们看士师记第三章后面就可以看到，他拿一支赶牛棍。就用那支棍子就打死六百个人。用那支赶牛的棍子就打死了六百个人。所以这是真不简单的。所以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这个他们的敌人其实，他们都有铁。他们的敌人都有铁，所以他用铁做起来的武器一定比这个赶牛的棍子更厉害，所以他们用铁制造的武器一定比他的赶牛棍子还要厉害。这个三家其实他这个爸爸是亚拿，三家的父亲是亚拿，这个亚拿他也是一个偶像的名，亚拿也是偶像的名字，这个三家的这个名也是这个迦南人的名的意思，三家也是迦南人名字的意思。所以三家他的背景其实他也是一个可能他的老爸老母也是都在拜偶像，他就在这个背景里面出世，所以三家他可能也是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下长大，他也没特别厉害，他也不会用铁的武器来跟人战争，他也不会特别厉害，也没有不会用铁的武器跟人征战，但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他，所以用他那支棍子打死了六百了，但是神的灵感动他，所以他就用赶牛的棍子杀死六百个人。所以有当时我们有的武器虽然不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我们的武器不多，但是这要神要跟我们斗三天，但神要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做出超过我们想象的事情，我们能做出超越我们想象的事。我们现在请看这个图，看第三张，我们请看第三张的图，请陈和帮我们放下那个第三张的图，看第二张，拍摄好，第二张好，这就是我们这个第六节的这个经文，这是我们第六节的经文。为什么说那个时候这个大道没人行，大家都要设这个道而行呢？为什么说大道都无人行走，大家都要绕道而行呢？你看这路如果这么大条，这样走过去不是感觉这么爽快吗？如果路很大条走过去，这样不是 很好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他们的敌人很多，原因就是当时他们的敌人很多，所以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们只要走这个
平常是在走的路都会去抢，所以他们在走平常在走的大路大条的路都会被抢、啊、所以就很可怜的一定要塞过去，所以很可怜的就要绕道、啊、所以当时以色列百姓、啊、不只是信用民定这样这样很烦恼，所以以色列百姓当时不是不只信仰而很烦恼，啊、在生活上头其实也有很多不方便，生活上也有许多的诸多不便、啊、因为他们坐来坐去其实要浪费很多时间，因为绕来绕去会花很多时间，所以以色列百姓虽然是过这种生活，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去呼求主，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过着这样的生活，但他们并没有呼求主、啊、他们走了这些心不欢喜的事情，走了20年、做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做了20年、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如此呢？啊，而且是对这个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啊，因这个军事的气力真正是差真多。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军事的能力实在差很多。啊，对方有这个铁的车，有这个铁做的武器。对方有铁车，有铁制造的武器。啊，因上面因的干那一般的武器呀。他们只有一般的武器。啊，所以而且是因为安尼，所以因嘛无愿意去呼求神。有可能是因为这样，他们也不愿意呼求神。啊、但是我们继续看这个史书记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就会知道到最后神帮助他们让他们得胜，我们再看史书记的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就可以发现后来神帮助他们而得胜、啊、我们接下来再回来看这个史书记第四章的第四节，我们再接下来再回来看史书记第四章第四节、啊、我们现在为第四节我们就会来看到、啊、第十节，我们现在从第四节一起看到第十节，我们现在就、为姊妹开始、哦、我们作为读好了，我们第四节读到第十节、哦、我们用国语作为读第四节，请读。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我的妻，当时做以色列中士师三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阿们阿们，好，咱先看到这，我们先看到这边，他这里说到说、啊、这个底波拉他当时是在做以色列的士师，这边讲到底波拉当时是以色列的士师、啊、这个士师要做什么事情，士师要做什么事，其实很多事情很多时候要替这个以色列百姓来判断一些事情，很多时候要替以色列百姓判断一些事、啊、我们可以首先看到这个底波拉他其实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我们可以首先可以看到底波拉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啊、因为他判断事情、啊、判断了很好，因为他事情判断得很好，所以这里说到说、啊、有一张棕树，这边有讲到有 有一棵棕树，这个棕树的名是合作这个底波拉，这棵棕树它名称为底波拉、啊、我们可以想看说、欸、我们身边有什么种人是我们每次遇到问题我们都会想要去问问，我们身边想想看我们身边有什么人当遇到问题就想去问他的呢、啊、其实这是一种属灵的智慧，其实这是一种属灵的智慧、啊、因为当你有属灵的智慧的时候，你判断事情就不会判断不对，当你有属灵智慧的时候，你判断事情就不会错误、啊、就像那种所罗门王、啊、他也是去判断一个、一个很难的事情，像当时所罗门王也判断了一件很难的困难的事情、啊、他判断了很好，他判断得很好、啊、在这个团队书第八章第五节这样说，
传道书的第八章第五节就这么说，他说这个智慧人的心可以辨明时候跟定力，智慧人的心可以辨明时候跟定力，这个定力、哦这个、其实它的原文就是做这个、审判的意思，定力就是原文作为审判、所以我们要向神祈祷求神让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这个智慧让我们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跟这个世界做会走，智慧让我们在判断事情的时候不会与世界同流合污，我们可以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我们可以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是、这个底波拉的第一个优点，这是底波拉的第一个优点、这个底波拉的名也是这个、封闭的意思，底波拉的名字也是蜂蜜 蜂蜜的意思，它的神是这个、拉比多这个名是丁的意思，恰先生拉比多的名字是灯的意思、我们当看到说其实底波拉他除了是一个叔叔，他也是这样说他是这个拉比多的妻子，他不止底波拉不 不只是一个士师，还是一个拉比多的妻子、我们当想想说、底波拉一定是一个、家庭过了不错、在外面、做这个判断也做了很好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底波拉是一个在家里把家里顾得很好，在外面判断又判断很好的一个人，因为在当时的背景里面其实女性是没什么地位的，因为在当时的背景女性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这个底波拉是在这个主前1200多年的、当时的一个人，底波拉是在主前的1200多年前的人、所以离我们现在差不多3000多年，离我们现在大约有3000多年、这个当时的女性常常是这个男性的一个附属品，当时的女性常常是男性的附属品、所以就亲像一个物件同款，就如同一个东西一样、可能这个先生今天叫他怎样就怎样做，那先生叫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所以在这款的背景里面底波拉一定也要做这些家里的事情，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底波拉一定要做，一定会做家里很多的事、假设他这些事情如果做了不好，如果他那些家里的事做得不好、而且就会叫很多人说话，可能就会被很多人议论、所以他就没办法说、在外面这样听人做判断，他就没办法在外面让大家听他判断，所以这是底波拉一个很不简单的地方，所以这是底波拉一个很不简单的地方、他没有因为说、他在外面做判断、在家里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他不会因为在外面做判断然后回家就什么都不做、他也没有因为、因为在家里要做这么多事、他也不会因为在家里要做很多事、他就将他这个可以判断别人的这个因素该温存起来，然后他就将他可以判断别人的恩赐隐藏起来、所以这也是他很不简单的地方，这也是很不简单的地方、他愿意在当时的背景里面来做一个叔叔，他愿意在当时的背景状况下来当一位士师、我们当时看做一个叔叔、跟我什么好处，我们可以想想看做一个士师有什么好处吗、他去给人判断一些事情，如果判断到不好可能又会去说话，帮别人判断一些事情，如果判断的不好会被别人议论、但是、底波拉他却没有这样的惊吓，但底波拉没有这样的担忧、他愿意去做这样的事，他愿意去做这些事、所以第六节这里说、一切人对这个拿弗他利这个基底书阿比罗安的儿子巴拉给他调过来、对他说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说、他除了是一个会判断的人，他又是一个神愿意对他说话的人，我们他不仅是一个会判断的人， 也是一个神愿意对他说话的人、神竟然没有将这件事直接跟这个巴拉说，确实先跟这个底波拉说，神却没有将事情直接跟巴拉说，却是先把事情跟底波拉说、这是怎么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而且是这个底波拉、神感觉他更加比巴拉更有信心，也 可能是神觉得底波拉比巴拉更有信心，因为我们在第八节看到说这个巴拉其实他没什么愿意去，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巴拉其实他不太愿意去、为什么巴拉他也没愿意去，为什么巴拉会不愿意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他都没有这个铁的武器，就像刚才所说的他们其实都没有铁器、这就像你跟他刀，我们今天说这样你去美国跟人战争、我们是有枪的，就如同今天你只有刀，你要去跟美国跟别人拿枪的征战，你当然也感觉我不去了，当然会觉得我也不要去、所以在这个第八节这个巴拉说的话，所以第八节巴拉说的话、其实这个意思也是、他也是有一些怀疑这个底波拉说的话，其实意思看起来也有他怀疑底波拉说的话、就是我感觉你也是说说的而已啦，不然你就做回来，你如果真的认真的你就做回来，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也认真的话那你就跟我一起去，
好、哦，啊，这个底波拉伊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那底波拉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啊，所以就讲我必跟你做伙去。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啊，咱那来看圣经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内底。我们看圣经希伯来书的十一章里面啊，那免真正翻吼，内底十一章就讲到这讲的信心，很有信心的人。十一章里面就讲到很多信很有信心的人啊，其中就有讲到这个巴拉，其中就有提到巴拉。啊，你看巴拉，伊其实信心跟底波拉比起来，可能无遐济。巴拉的信心跟底波拉比起来，也许没这么多。啊，但是伊比克放伫这个啊，这个信心的这个排行榜里顶，但他却被放在信心的排行榜里面。啊，咱就会知影这个底波拉伊的信心是哇尼大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底波拉的信心多大。所以咱会当想看卖啊，咱伫这生活内底。神有对咱讲话，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在生活当中，神有对我们讲话吗？啊，神啊，对咱讲话时，咱是安尼真欢喜来这个领受吗？神对我们讲话，我们是很欢喜的领受吗？还是咱会感觉讲啊，神啊，你莫找我，拜托拜托，我就无用，你去找别人嘛？还是觉得我有神啊，不要找我，我很忙碌，去找别人吧。啊，等这个啊，咱刷来，咱会当继续看，咱来看十一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看十一节。啊，咱今麦做会为十一节读到十六节。我们现在一起从十一节读到十六节，我们赶快用国语来读，用国语读一次。十一节，请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板，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搭帐篷。树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拉巴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阿们阿们、欸、那陈和，我们现在请看第一章。啊，我们来看这个地图齁。我们看地图。哇，这字有点小啦。这字比较小一点。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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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哈，这个底波拉伊是住咧这个所在。开始底波拉是住在下面的这个地方。哦，爱就向北来北边这个所在。他就往北到了北边。哦，啊、来这个所在找巴拉。到北边找巴拉。阿廖应该做回来做一个阵型哈，做个阵型就是来到这个所在。那么就到塔伯山这边做战争。好、哦，啊、来这阵型啊，咱头先当看到讲啊，这个啊亚宾哦，西拉因是住咧这边所在。我们看到耶宾西西拉是住在海边，到了这个在夏罗瑟的时候，在夏罗瑟那边，爱德莱加盖震惊，就到中间与他们征战。这个耶斯列平原震惊，就是耶斯列平原。啊，震惊了，这个啊，因为西西拉的比台北了，所以就开始走，哈、哦，就向这个北边的所在走。西西拉他们被杀败之后就继续往北边逃跑。啊，西西拉的一直走，哈，走到这个啊。亚裔的帐篷，西西拉就是逃到亚裔的帐篷。啊，加斗公就讲啊，我向来参与这个战争。这边有讲到谁来参与战争？啊，这个参与战争的就是希伯伦跟拿弗他利。参与战争就是希伯伦跟拿弗他利人。啊，这希伯伦的这个所在。希伯伦就是在这边。啊，拿弗他利的这个所在。拿弗他利就在北边。啊，所以其实这是真好了解吼，因为伊是离啊这个。西西拉因是真近的所在，因为他们离西西拉非常的近。啊，其中就有一挂人因无参与这个战争，其中有一些人没有参与战争。啊，是啥物人无参与战争呢？什么人没有参与战争呢？会当来看这个《史书记》第五章，可以看《史书记》的第五章。啊，《史书记》的第五章啊，这都咱来看十五节。
四世纪的五章可以看十五节，在这个十五节就讲到讲啊，这个在路边的车水边头有心中有大志的，啊，因却是坐哩这个油罐内底，底下听分品啊的声音。啊，到第十七节的时候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安居在这个约旦河的外口，但人为什么等在咧船啊顶？亚述人坐咧海口顶底下坐咧。所以这里说到说有这个基的人但人跟阿实人他们都没出来争执争执，这边讲到基列人但人、哦、还有亚瑟人没有出来征战、啊、没出来争执当然有很多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较远、啊、没有出来有很多原因是有可能就是他们太远了、啊、所以他们就觉得、啊、这跟我们没什么事情，他觉得这不关我们的事、啊、反正就是、啊、如果有威胁也是你们那边比较近的，你们先处理、啊、如果威胁你们比较近你们要先处理、啊、所以他们就走，有一些人走去做生意了，就有些人就跑去做生意、啊、有一些人就在顾自己的羊，有些人就在顾自己的羊，或是在那边很享受在那边听这个品牌的声音，或是在那边听笛子的声音、啊、有一些人是在这个心中、哦、很有这个志向的但是却没出来，那有些人心中有志向但却没有出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想看说、啊等咱今仔啊教会有一件代志的时阵，咱会做啥物款的人呢？我们可以想想看，教会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们会做怎样的人呢？啊，咱会真愿意出来吗？我们会愿意出来吗？啊，其实真侪时阵出来是真艰苦的。啊，有时候很多时候出来是痛苦的。啊，因为出来做工，你就要浪费家己，你就要开家己的时间。出来做工就要花自己的时间，啊，开家己的体力，花自己的力量。啊，你出来这代志，你回去嘛是爱做。家里的事回家了还是要做、啊、你并不会因为你来教会洗碗回去出来我带碗提醒都给你洗好，那并不会因为洗教会的碗家里的碗天使就帮你洗了、啊、当然也是有可能、啊、但是目前好像比较没看到、啊、但是虽然也有可能但是我没看到、啊、所以当我们出来做工的时候我们现在、啊、做了、啊、兄弟现在感觉有不妥当的地方、啊、人也会跟我们说、啊、在教会 做工作不好的地方、弟兄姐妹也会跟我们说、啊、我们可能就会感觉很艰苦，那可能又会觉得很痛苦、啊、所以我们想来想去就感觉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呢，那想来想去会觉得那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呢、啊、我们不要把这个时间可能拿去做生意或是做其他的事情，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拿去做生意或是做其他的事、啊、等到我们在想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像蛋跟亚瑟一样，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像是蛋人跟亚瑟人一样、啊、我们应该亲像这个书书记第五章这所说到的，我们要像四世纪第五章所说到的，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看第五章十八节，四世纪第五章十八节，四世纪五章十八节，他说到希伯伦人他们是拼死拼命的，拿弗他利人在产业管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在做信仰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拼命愿意为主耶稣牺牲的这个精神，我们做圣工的时候 要有拼命愿意为主耶稣牺牲的精神、啊、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很小，我们就会发现刚才说到那些问题其实都 很微小、啊、因为你已经决心了就算死了你也是就算会死去你也是要做这个圣工，因为你已经决心即使会丧失生命 还是要做这个圣工、啊、这比人说话还是说、啊、回去会 更加痛该做一些家里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微小了、啊、会被人家讲话或是回家还要做家里的事就会觉得这些事很微小，啊、咱刷来继续来看讲这个啊亚裔这个人是安怎出现的。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亚裔这个人是如何出现的。咱今麦做回来看这个十七节。我们一起再看四章十七节。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四世纪第四章十七节。咱做回为十七节读到啊二十三节。我们一起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三节。十七节，请读。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裔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裔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裔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裔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裔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裔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裔取了帐篷的橛子，
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的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阿们。好，我们读到这就可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图，看这个第四张图。我们看第四张图。啊，这个第四张图其实就是很简单的说明这个亚裔他到底做什么事。这个亚裔他们当时其实是这个女人在定这个账目。那亚裔当时是图是那个女人在订帐篷。啊，当时的这个风俗也是女人要负责来订这个账目。当时的风俗也是女人要负责订帐篷。啊，所以我们对亚裔的印象其实就像这个女版的参孙。啊，对亚裔的印象就像是女版的参孙。啊，他是这样很有气力。是很有力气的。啊，这里讲到说他拿一支钉子跟一支锤子，就把这个钉子为这个人的鬓边安尼钉落去，钉到涂骹内底。啊，这边就讲到他拿一个锤子跟橛子，那把橛子钉入他鬓中。啊，亚裔吼，伊是啥物人呢？亚裔是谁呢？其实吼，这就讲到讲着，伊其实是这个西北的妻子。这边说到他是西北的妻子。啊，咱来看《史书记》第一章十六章吼，伊就讲到讲啊，这个基尼人吼，伊是摩西的妻子的本族。啊，基尼人是摩西妻子的本族。啊，所以刚刚讲的是讲，应该以色列人是有亲戚关系。对，他跟简单来说，他跟以色列人有亲戚关系。啊，因是摩西的太太的后裔。他是摩西太太的后裔。啊，当时因为摩西因要出埃及，啊，因就甲这摩西甲因太太，因太太这兄弟姊妹都有部分的人甲因做伙出来。啊，因为他们要出埃及，所以有部分的亲戚就跟摩西他们一起出来了。啊，但是当时这个。西西拉其实是跟这个才说到这个西伯他们是很好。啊，这边有讲到西西拉跟西伯他们家 和好、啊，是因为他们很好呢，所以说这个西西拉才会走去避在那嘛。因为他们很要好，所以西西拉才会跑去躲在他们的帐篷。啊，但是这个亚裔的想法可能没什么同，但这个亚裔他的想法不同。圣经里面没说他怎么想，圣经里面没有讲到他怎么想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选择到最后是站在神的选民那边，但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选择站在神的选民那一边。而且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又很勇敢的女人。而且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又勇敢的女人。他首先他先把这个西西拉给迎接进来。首先他先将西西拉迎接进来。再来给他东西喝。再给他东西喝。他一开始